地方嚟嘅，大家都知啦。跟住日前有個藝術家喺檳城某些場地嗰度屋嘅場地咧，就畫咗好靚嘅小朋友，嚟我唔係細路仔嚟嘅女阿，你係似哦阿姐揸噶嘛 ？OK， 嗰個叫你遮腰噶啦，嗰個叫陳勤，佢阿姐叫陳姨。就嗰張相啦，跟住有人喺佢隔離潑漆，跟住另外咧就有個小朋友好得意嘅咧，有人畫花佢塊面啦，跟住有人喺佢隔離畫恐龍嘅，呢樣嘢令我哋非常之痛心疾首啊！點解要咁咧？係咪先？所以我哋今日咧就漆畫呢個破壞王。身邊有冇破壞王？有。我細細個都有個稱號叫破壞王，但我同呢個破壞王有好大分別。我嗰陣時候有建設性。就譬如我阿爸買嘅車仔俾我慳電嘅，我覺得個車仔點解會喐咧？我攞螺絲批拆散曬佢嚟研究，但我係砌唔翻。呢啲係破壞王。頭先我呢啲嘢咧好靚咁喺個袋嗰度，我 friend 韓國買翻嚟俾我手信咯。佢一嚟就嚓咁樣散曬喺個袋嗰度，仲係破壞王啊！我想睇下裏邊有乜嘢，係咪一次過倒曬出嚟睇比較清楚啲咧？你有冇試過一啲人開門咧？成個教甩咗嘅，咧邊個咯？你身邊有冇啲咁嘅人咧？同埋我哋今日，因為自細就習武長大，所以嘅功力比較力大無窮啊！我哋就想大家一齊嚟，即係你身邊有冇啲睇過一啲腳公共嘅設施俾人破壞？咁其實你哋有啲乜嘢方法去捉呢啲人？有冇試過捉過？有冇睇過？咁啊，佢哋破壞嘅程度去到邊度？你有幾討厭佢哋？請留言或者係 call 上嚟俾我哋嘅。OK， 要點樣執拿佢呢？而家跳出執拿嗰個唔係我，有我曾經做過一次，你哋都認同噶。曾經一次個 keyboard 壞壞地冇人去整，我啪成把打爛佢，我跟住換一個新嘅嚟。因為咁咧，好耐都冇人愛翻。唔係嗰個唔關佢嘅事，那個 keyboard 係壞咗嘅，所以順便整到佢壞埋啫。啊，冇講咁衰嘢啊！等你留言或者 call 上嚟啦。執拿破